精明漂亮。你还讲我是林碧露，妈是林碧露，她是隔代教养啊，所以才会长这么肉。以前我妈也养一只狗狗，也叫碧露。啊、哦，真的。她刚才一进来，有先亲她一下。哦，真的。所以她很开心。哦，这一物治一物，没错。我觉得这整个屋子最大的就是自己，因为他们这种过亿的狗，他们被训练的第一件事，碰到猫的时候绝对不能反应。最近真的是。地方的活动还是很多，那现在又有疫情怎么办？哎、欸，他们还是会比较严谨的防疫，但是还是照办啊，因为现在也没有升级嘛，啊，但是主要当然就是经过了1月9号之后，大家心情都是抱着一种可以好好过年的心情，放松的在提醒大家防疫，所以变得要讲一些这个要帮大家酸情的事。对啊，我嘛是爱提醒大家讲，啊，你第三天去聚会。对啊，你是不是有物件要送总统？我是三十二点一。哦，好耶！啊，这是做好了。你为什么为何总统的？谢谢。还有，这是咱万华的物件，放假的是我丹龙。对。哦，谢谢。都是好料的。我们是阿罗肉的，这是我们雾峰的香皂。哦，好。这个是给你的孙女。我妈妈就好惬意哦，写书法，然后喂小狗。这是台湾之光哈，耀世界。罗泰尼和阿玲哈，四金峰。咩来？上好哩。啊、你爸爸一定跟你讲过啦，下面有个民主，下面有个选举包，还做活动的哦，你看，哦，是本主给你看哈，啊，晚上请爸爸讲过，谁听？不客气。哦，这么一大袋的东西，哇塞，在我们哎啊，你有罐罐呢？你有罐罐，喜欢年纪比较大的罐罐，谢谢，还有呢。这是我的狗狗最爱吃，新年吃只鸡腿对啊，这是你过年可以吃。我这里好多零食，那结果乐乐来，乐乐来过年。是。他们吃饭的时候会听，但吃零食的时候是不听。吃零食不听吗？因为被我惯坏了。哎。机甲有重听，但是吃东西的时候就没有重听。这个服役很辛苦啊，服役了6、7年，辛苦的那种。啊，这两只是那种专门教学用的。哦，他们是教学，他是跟着有那边。啊，这两只是同胞，同一胎的。哦，学弟，学着学着，看人家是怎么优雅的吃东西。优雅老太太的模式。哎呀，你吃好多哦。好利快乐，好利健康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！谢谢。